轨道真的好帅啊！欸，昨天我以为那个讲了，欸，结果发现啊，那个对，那个讲了，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东西还没有给大家看它的完整体啊。不过昨天那个真的很帅，来啊，这个继续哈，这个继续。我们这普遍很热闹哎，我们把日常给搞一搞哈。当夜光，我知道我已经长大。哇，我刷一次，然后他也跟我刷一次，哎，我的爸爸，我先给酸转姐姐。这里祈福系统，哦，基本上我这个游戏会讲的很深入哦，基本上我每个系统应该很快都被我讲完，哎，但是呢，我可能会先讲一些比较重要的 system， 哎，活动啊，活动。地宫通常讲了吗？哦，接下来说，这按最新的这类出哈，然后我先攻击的地堡好了，我先讲这个好了，因为看起来也蛮帅的哎。哦，我们今天讲地宫，哦对，就这只，哦哟，太贵魂了啦，真很可惜没有给你们看到这个。阿板今天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中秋佳节的一个图鉴，阿波兰就是地宫探宝，阿波兰就是抽取地宫探宝，我们可以抽取十次，啊，我抽到了，你再这样下去我要尖叫了，好好笑，我才刚讲而已，然后我自己就抽到了屏东小茉莉，好好笑哦！哎，怎么办啊？我刚才那边犹豫说我会不会抽到这样，还有不知道说什么了哦。看一下有谁，叫姐郎，叫姐郎。哇，营销大大好帅啊！看一下什么武器好了，怎么帅？